德云弟子走红毯名场面，郭麒麟听到郭德纲拔腿就走。欢迎郭麒麟，你好。你好。这边请，这边请啊！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国剧盛典啊，非常非常的欢迎。这个爸爸来了，知道吧？啊？哎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呀？还有这事儿呢？今天晚上我们的国剧盛典就是郭德纲老师主持，而且请了一个探亲假，所以这不算工作，算来探亲来了啊。郭德纲穿棉衣棉裤走红毯，郭老师就是红毯界的一股清流。是的啊，欢迎这个郭老师，这身衣服是您精心挑选的吧？我就拿这棉鞋跟棉袄抢你们一热搜，好不好？好嘞。我就是因为郭麒麟来，我才应他们这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真的，我等着他呢啊。啊，这话说等着他呢。岳云鹏红毯摆拍哦，呵呵，大家准备好不傻老帅了，好 OK 了哈，好，来岳岳单独来拍一张。嗯，老师你这造型是不是pose 有一点什么玩意儿？假笑男孩上线。郭德纲于谦同台走红毯。是。智慧担当是老师。对，智慧担当是您自己分吧。我是颜值担当啊，您是智慧担当啊。我们这个今天就是特别开心啊，是有这么一个机会，请这么些个朋友来，人家大伙儿来还都推了好些重要的事儿啊，据说推了8000多万商演来的啊。嘉宾如云是吧，表示感谢，包括方玲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咱自己人，谢谢方玲，谢谢，是是是，又胖了啊。